位朋友，大家午安。哎，啊，足欢喜今仔日又搁予我这个机会来甲咱高阳贵地甲大家搁再来结缘。嘿，我感觉非常欢喜。啊，其实啊，来到卡达高阳地，啊，就想到高阳一挂好朋友吼，一挂学生安尼，哦，在高阳开始，我甲高阳结缘到即嘛，已经有二十几年啊！在这二十几年当中啊，啊，在啊友情拢从无断去安尼，哦啊，参与讲两年前，阮来表演受到哦，恁在观众朋友大家这么热情，啊来甲阮捧场，搁遐侪掌声甲阮赞彩。啊！我代替阮新团管弦乐团向各位大家深深谢谢，谢谢。因为两年前来表演这个宋江秘史啊，得到恁大家吼的喜爱啊，有人写批啊，起来跟我讲，哎，啊，唔知当时一旦可再来表演安尼吼啊，有人卡电话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哎，今年啊，搁再来。表演一出啊新的戏出，但是这是旧戏搁在改编的，因为啊以前吼伫表演拢是无剧本，拢是即兴表演。表演吼，我讲台语拢会通啦吼，嘿，歹势啊，拢是即兴表演吼，啊，对，由一个讲戏先生啊来讲戏，那伊。讲的都是一个大纲，吼，一个站头的大纲，一出戏的大纲安尼。啊，这个歌词甲口白拢总无文理的，都是家己对细汉学歌戏的时阵，吼，啊累积起来，累积起来呢，哦，比如讲有即句有下这个意思，吼，啊有下这个意思提起来用，但是有当时啊呢。为着要押韵下这个意思，尾字会搁再去修改，哈、哦，按、啊、修改来加头啊啊，第二句、第三句啦，第一句安尼有押韵啦呢，哈、哦。这个押韵就是咱台湾的文化，咱台湾不只讲是干呐，为着表演歌戏啊，啊来伫唱歌词才有押韵，唔是？在我囡仔时代。我常常有听到一挂长辈吼，啊，因伫讲笑的时间，啊，都拢会讲出这种押韵的语言出来安尼，吼。参照我上一届，我的阿姨叫做阿秋啊，咱较早的名吼，拢是叫做蒙幺啊、蒙秋啊、蒙七啊。啊，我的阿姨吼，就是我妈妈的大姐，伊叫做阿秋啊，吼。啊，有一摆呢，迄阵啊，我伫读幼稚园啦，尔有一摆啊，就是啊，一个朋友，足久无看到伊，啊，看到伊，迄一天吼，阮个阿姨都安尼吼，哦，西装打扮呢，啊，穿啊偌水个安尼，阮阿姨都要出门去佚佗安尼，啊，伊就甲阮阿姨讲，阿Q姐啊，吼。哎呦，真久无看到你呢！啊，今仔日看到你吼，笑眯眯，你搁抹粉点胭脂，嘿，啊，你是要倒位去？你家看卖吼，这个美丽拢总是有押韵的意思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较早那是娶新娘啦，讲饮茶，吼、哦、啊，拢爱讲四句递红包，吼、哦、啊，人啊生囝吼，拢嘛是爱讲讲四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押韵是咱台湾的文化。也不过呢，啊，因为迄个国民政府推行这个国语了后，吼，啊，参照即马差不多五十岁以下的吼，五六十岁以下拢是专攻国语较济，吼。参照讲，我的查某囝，啊，我的查某囝今年敢那是六十岁款，吼，啊，伊。在读书的时代，伊都受过这个进贡待遇，讲一句爱罚一科。然后有一摆吼，司马玉娇恁大家知啦吼，司马玉娇跟阮查某囝同年，然后伊因都迄个
国中毕业，吼，迄阵啊唔是讲国中啦，迄阵啊就是讲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安尼，吼，啊，因中学毕业，司马玉娇啊，伊来教我学歌戏，吼，啊，因为伊的爸母教我大共一团。爱来学，因爸母甲讲啊，琼姐啊啊，再拜托你甲阮牵一下安尼啦。我就想讲，啊要家教，我嘛，阮查某囝啊，拄好中学毕业啊，我嘛会用个家叫来学安尼啦。阮查某囝一声就甲讲，妈，你一工才三角块安尼，阮讲一句台语爱罚一块呢。嘿，啊吼。即马人讲台语无水准嘞，啊！你要阁叫我去学歌戏，我才不爱嘞，吼、哦！所以我也无改变强，所以无改变强，变我的时势伊都无学，然后我的时段嘛无学这个歌戏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出我这个要来为歌戏做代志安尼，所以我顶代也无，下代也无，吼、哦！啊，不过我为歌戏做代志，我真正足认真伫做，吼、哦！为什么我会认真呢？因为歌戏是伫咱台湾这块土地发扬起来。歌戏开源地，哈，都是伫宜兰宜山乡。那当时呢，咱宜兰啊，在有心人士因想要来开发这个歌戏，原因就是在迄个年代，咱台湾所有伫表演就是。有冰剧，有福州戏，吼、哦，啊，加有南关戏、北关戏，吼、哦，这大戏有这四种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一种白丽戏，吼、哦，佫另外佫来就是布袋戏、皮影戏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一种车鼓戏，那车鼓戏迄是小戏，迄就是一场一段，安尼两个叠搭水果安尼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参如讲啊，做托。迄、那个铁道白啊，啊甲土花吼，啊要搭船过渡啦吼，即种个就是车鼓戏之一啦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在有心人士吼，因为做迄个福州戏迄度，搁较听无啊啦吼。那、哦、是做北关戏，拢是用北关迄、那个北方个腔口来伫讲口白，吼、哦，爱唱歌嘛是。拢听袂清楚。那冰剧呢？冰剧伊嘛是同款。冰剧你讲，咱以前啊，这个农业时代有读书的人足少的嘛，吼。那然后呢，有读书的人一听嘛听无，拢是有带迄个地方腔口滴。咱过来讲南关戏，南关戏会用个讲是用啊闽南语发音的。也唔过呢，伊是泉州的腔口足重的，吼、哦。那泉州的腔口足重的，咱平常呐唔捌听，唔捌甲迄个泉州人伫讲话吼，因咧腔口重，咱嘛会听无，吼、哦。比如讲，阮做迄个陈三五娘，吼、哦，啊陈三要离开，啊雅春就会问讲，三个如何啼哭？哎，雄雄听到上面有做啼哭。吼、哦，就会搞不清楚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就问三哥，你要去多位啊？呢，啊，咱拢是讲，你要去多位，所以啊，这个腔口重也是听无。因此呢，因就是想讲，咱会当吼来发挥咱家己的母语的一种戏剧。那百几年前足流行一种叫做瓜婆。那这个瓜婆呢，就是迄、那个啊。伊个唱法就是甲即马，吼、哦，恁电视台吼，啊，电脑有看咯，吼、哦，一位杨老师，啊，伊吼，伊目睭无看，啊，自弹自琴，哈、哦，即、这个杨老师啊，伊即种唱法啊，咱以前吼、哦，就是讲合作歌啊，啊，搁再来就是有讲合作江湖调，吼、哦。也有人讲，叫做卖油啊条，吼、哦。那在这个真流行的时代啊，这个黄秋田先生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嘛有录一块唱片，吼、哦，啊，用这种歌调啊来唱。那这个歌调呢，啊，同款唱法，甲即嘛叫做说唱，吼、哦，说唱类唱啊，讲讲个唱安尼，讲讲个接唱，
吼，那这个应该讲足流行的啦，吼。啊，我即卖用迄个单三五娘其中，吼，哎，一段这个单三为着爱五娘，吼，啊，去甲李公伯学画镜，这个李公伯就是一个画镜师傅，吼，啊，去甲伊学画镜，吼，啊，这个李公伯安尼。哎，欢喜去收了这个单纱哈，爱家己安尼伫个唱啊，哈，我先来示范一个，好，大家了解安尼哈。好，谢谢。清早天气真清彩啊哩，我准备行大哦。要打出来呀、啊！嘿，来去五娘因厝内，来去无惊叹生灾呀！叮叮叮，啊，人讲严格拖目镜，叮叮叮，啊，忙拖就忙吃。叮叮叮！我今日啊去撞到迄个陈三侠，叮叮叮，讲伊去爱着黄家五娘仔的，我着叫伊来嫁我咯。人当哒人哒哩滴，人哒哩滴当，学我惊哩。那学会着会当啊，去因兜行诶。伊拜我为师，白银送一锭，讲那爱伊五娘会着，搁有后下哩。人搭哩滴当，哎呀！这个咱即嘛叫做说唱，啊，就是因为百几年前足流行这种曲调，那就有人写出这种歌谱出来。那歌谱呢，都是由一首歌词四句，吼，啊，这四句的每一字每字拢爱有押韵，吼，啊，由这个歌词来。编出一出戏，写出一出戏，然后写出啊剧中内底吼，哎，这个演员的分配角色，搁再来就是写出演员吼伊的心境，吼剧情，安尼来给写出一出戏出来。那既然地区在有心人士的人，因就想讲，嘿。用个摕这个歌谱，哈，啊来改背起来、念起来，哈，啊咱大家来学学学的呢，啊咱用咱台湾的语言，哈，啊来搬来唱，安尼的，来改合作另外一种戏剧。那为什么因会去合作歌戏？哈，就是因为这个对歌对歌开印过来。所以合作歌戏，那歌戏呢，就是以歌为主，吼、哦，不是以口白为主，吼、哦，阿嘛不是以流行歌为主，都、就是以这种歌调为主。以前呢，都、就是拢用这个歌落去对答，落去对唱，吼、哦，唱出啊这个剧情的理由，吼、哦、啊唱出这个角色的情景安尼，吼、哦。那合作歌戏，那后人讲合作七里啊调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曲名叫做七里调，都、就是我拄才有讲，一首歌为四句，每一句以七里为主，所以合作七里啊调。嘿，那这个开始呢，宜兰歌戏宜兰吼，因在有心人士，爱因都去招生。封建时代，查某人拢无人敢出来学戏。真正迄阵啊，吼，咱妇女吼，真正拢足无自由的。
甲查甫变起来是天甲地，吼，查甫是天，查某是地，吼，袂当自由出来有关系。哎，你若要回娘家，你结婚了要回娘家，都爱问下吼，公公婆婆欢喜呢。公公婆婆甲先生若无答应吼，嘿，你若要转去，嘿，都不得了啊！哦，你若硬转去，搁再来，大家都无欢喜啊！嘿，翁阿婆就一人活一边啊！嘿，无爱小看哈，嘿，公公婆婆都会有话啊呢哈，哎，跟那厝边来去跟人聊天来去看哈，嘿，婆婆那看到呀，你看，哎呦，哎，老东西，你来来，你来，你看阮那个新妇啦，哎呦，安尼出去隔壁哦，四过跟人见生啦，见见转来都惊糖哦生啦，哎，哎呀，有惊糖生吼，唔是生惊的生啦。就是讲，你安尼出去外口吼，啊，去个人看看看，会看出是非出来安尼，吼，就古早人真保守安尼。所以呢，啊，古早妇女拢足袂当自由的吼。你若结婚了后吼，伊的工课就是创啥，互恁又看会到袂？伊做的工作是啥物？洗衫煮饭，吼，对。洗衫煮饭，烘台大家官，烘台翁，顾囝安尼尔。吼，那早时啊起来创啥？早时啊起来就是先煮饭，吼，大家官食嘛。吼，啊那是有做餐啦，大官去做餐啦。吼，啊伊就早起煮了啊，衫拍芳的，就来去溪仔底洗衫。较早洗衫有一支迄落茶推有无？吼，嘿。暖无法哩，啊，就用哼的，嘿，哼的吼，迄个公公伊爱垃圾就走去安尼，吼，就是无法度去暖迄领厚毯啊，啊，就是用安尼公安尼，啊来去溪仔边洗衫，吼，啊洗好转来，过来就是剪菜啊啦，传主导啊啦，啊传主导了后。哦，啊，像就讲，你若是有做田园的人呢，哎，你衫爱赶紧洗好，转来紧煮点心，煮点心带来去田呢，吼，啊，互师傅食，吼，因为若是做田园的人吼，若是伫咧收冬、布冬，一工拢食五冬，吼，所以早时啊拢足早就起来啦，九点搁一个点心啦，下晡三点搁一个点心安尼吼。啊，个连带三顿爱煮五顿安尼，吼啊！我有一个学生吼，伊讲伊戆戆去嫁着迄落做田的人啊，伊讲去吼，啊，都爱打打安尼啦吼，佮爱打打，伊讲伊迄个打打起来吼，徛袂在，会安尼拼来拼去安尼，啊，伊讲哦，足艰苦的吼，啊，即卖人有影真好命，吼，那参就讲。伫个洗衫，咱以前吼，以前手洗啦，初有洗衫机是迄种分一个洗，啊，搁分一个加大的对无？吼，迄阵啊，都有人会讲呢。哎呦，即嘛真好吼，拢有这個洗衫机，免烂个要死啊！啊，是讲伊既然个要洗啦吼，按着先刷个咱用好大安尼啦，吼，迄个时阵啊，免互咱安尼搬来搬去，到尾也真是。哦，就设计个，嘿，衫个淡淡落去用啊，吼，伊甲咱洗个打，佮甲咱迄落存个打，嘿，存个打，佮再来呢，啊，就想讲嘿，啊，就佮一领来去披嘛，真麻烦，吼，啊，嫌麻烦，啊，人就佮设计啊，就迄落烘衫机啊，吼，啊，你洗个淡落去烘衫机，就甲你烘个打，吼，咱台湾吼。啊，拢一直有在这个时代吼，啊，伫个潮流安尼，啊，伊真正有影，愈晚出世的愈好命啦。阮这代上歹命，阮这代吼，啊，都爱红台四大人，吼，差不多阮这代甲六十岁吼，嘿，这代嘿，啊，都爱顶红台四大人，会啊顾囝，吼，即马囝大汉，佫惊囝受气，吼，吼。拢顶下代拢爱红台安尼，那即马都无啊吼，即马大家拢较开化，吼啊，这个歌戏吼开始安尼三声了后，都是地方啊有迄个庙神赛会啊开始，哦，大家好行
照照来，哦，安那，迄阵啊无查甫的做小，诶，无查某的做小段，拢用查甫的，用查甫的做。那打扮甲恁看也无共款，吼，我这拢简单讲一下哈。迄阵啊打扮就是小生穿唐装，哈，啊那是小段分别，你是做小姐做查某干，哦，那伊无特别做的啥物戏吼，就是迄个年代流行的衫。哦，就是大肚衫、旗袍领，哦，开叉开大肚，哦，衫裙啊，为着做小姐，吼，迄领裙都甲做甲拖拖，哦，安尼，啊那做查某干就是穿大肚衫甲裤，哦，小姐呢用一条乌布，差不多遮宽，这我囡仔时代还阁有看到吼，乌布遮宽，吼，啊，迄落丢布就着较软丝的，绑个后壁。迄、那个长度甲咱的小腿落去，头前刘海阁用一条乌布遮宽，吊几粒珠啊，吼，安尼。啊，对遮，后壁伊就甲放。安尼，用一条迄落丝绸绢织织一粒，敢那球安尼，吼，双边边啊，找两条，放喺头壳中心，吼。有诶，那做小姐会使挂耳钩，做查某干就免个挂耳钩，吼。以前吼，若要看新娘吼，真正哦，我囡仔时代还阁有这种规例吼。若要看新娘吼，做大家的人就每人若来讲亲，就先来去看，看伊有卷耳无？啊，若无卷耳啊，唔无，迄无卷耳哦，迄查某干哪命？哈，嘿，咱新妇要娶入来，咱嘛希望咱的新妇会好命嘛，哈，所以。拢有这种规律，所以做小姐挂耳钩，做查某干都无挂耳钩。安尼，啊那做查某干都是大肚衫甲裤，安尼分别尔，吼。然后啊，伫表演吼是一个足简单的生活化。参与讲啊，你来啦，吼，啊即嘛啦，哎，你去遐啦。咱安尼比，啊有较粗鲁一点嘛，吼。啊那迄阵啊伫表演呐。安尼，哦，都，迄个动作较慢是咧，安尼，吼，啊，那来唱歌吼，啊，都脚站的嘿，即，迄个做小生的人吼，啊，都安尼，脚站的，啊，手臂一个安尼两支，吼，即剑指，吼，即两支安尼，足简单嘞。参与讲，你若做着吼，第一几个甲人高情，第一几个甲人高情，咱起码哎。歌戏即马进店家吼，有即个跪步，跪个行个步，以前袂晓，以前袂晓吼。即马你若咧甲跪咧讲高声，人若无爱插你要做伊行，啊，你就安尼爬去家扭个，吼，家扭个，搁甲高声呢。恁捌听到即句无？咱迄囡仔吼，七坐八爬啊，嘿。教法教的有无？捌听落安尼吼，所以呢，哎，恁有听落即句讲，较早开始有的歌戏，或者落地扫甲涂骹扫，毋捌听的吼。开始有的有歌戏迄阵啊，吼，依然创作出来即个歌戏，就是落地扫，就是伫涂骹。无大戏棚，吼、哦，伫个庙埕伫个表演。咱庙埕吼，咱起码搁较装卡吼，庙埕上无嘛，还搁有拍水泥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呐，较大间庙诶，庙埕拢是大理石诶，足水诶吼。那以前无，拢是迄落土。那呐落雨天诶时阵吼，啊，咱呐脚搭过吼，拢一空一空，拢一个脚裂一个脚裂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若好天，甲伊低头举来，甲摊，背互边安尼。咱咧土有石头粒啊，细粒石头粒啊。那伫个表演的时阵呢，表演者伊无可能讲我干那呢，定定徛喺唱啊，徛喺讲啊，吼、哦，啊对戏的时拢会去行叮当，吼、哦，行叮当，啊迄领裙是够拖拖的，就会甲迄个石头粒啊扫过来，佮扫过去。因此叫做土卡，落地扫，嘿，因此叫做落地扫。拄只我咧讲无迄个跪步，吼，啊，就是用安尼去讲，去讲叫，
迄个年代的时阵吼，啊，囡仔呐差不多到七八个月吼，八九个月拢抱袂掉，吼，啊，老母啦是阿嬷啦，哎呦，阮这个囡仔吼，足歹出来啦，即马拢抱袂掉，拢要落去涂骹乱乱踅，有没有？哈，即句话可能那中年人还佫捌听着，所以呢。伊叫做涂骹扫，吼，有落地扫甲涂骹扫，这两个名词是安尼来。然后歌戏开始演出，吼，开始演出啊，无舞平啦，无舞平都是干那音工那尔，吼，干那音工那尔。那这个唱的部分呢，都是由艺人，即有心认输的人，吼，有心认输的人啊，因找会晓音乐的人。吼、哦，啊来创作，啊，当咱是学会晓要搬吼，啊，即马即个歌要安怎样啊？你敢那一直唱迄说唱的迄啊，吼、哦，唱迄江湖调，啊，你无咱家己一个特色的，诶，即个曲调安尼，再或者咱来改编七里调，编七里调，但是编出来，甲恁即马所有听到咧唱无同款。迄阵啊，即个七里调开始吼。哦有第一唱的是哈，当哒啦啷，当哒啷当哩滴当，当哒啦啷，当哒啷当哩滴当，啷哒哩滴当，啷哒啷，当哒啷，当哒啦啷，当啷哒哩滴当当。这段是尖叫，哈，那第一音乐弹这段尖叫的时哈。啊，小段吼，伊就带哈，学这个，就做这个音卡哈，哎，做这个音卡练手花安尼，吼，啊，学这个啊，吊经话，吊经话，哈，这我等下会示范，予大家了解，吼，这种新段安尼啊来第一唱，吼，啊，开始唱的时呢，青啊早起来呀，哎。滴当，啷哒啷哒哩滴当，闹的菜菜点播起来呀，歌的点白呀，啷哒哩滴当滴当，啷哒啷哒哩滴当，点白歌落来。真个青菜，啷哒啷哒啷当哩滴当滴当，啷哒啷哒哩滴当，单台客官对个家来呀、啊，开始在唱是这种唱法，然后呢？到卡，咱歌戏开始有，吼，啊，阁是伫旧时代时阵，进入迄个唱片界。然后进入唱片界时阵，唱片公司吼，因就要求啊，初开始有歌戏的曲调无几种，吼啊，即个七里调，过来有大调，有白丝调，吼啊，拄则我讲的迄个江湖调，吼。十点啊调，四空啊换金碟啊，哈、哦，有这几种安尼，哈、哦。然后，甲迄阵啊，唱片公司因都要求讲，哎，恁歌戏的曲调吼，敢袂用个阁变较侪咧，哈、哦，较有变化呢。啊，无恁嘛编一个，即出戏吼，即唱片要出来，啊，该编一个主题曲。啊，编这个主题曲，参如讲有一块叫做破窑调，吼、哦，啊有破窑里调，吼、哦，这都是迄阵啊，伫个落迄个李白换太子的时，吼、哦，啊由唱片公司因的要求，啊，再乐师因都落去写这个破窑调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参如讲有落一出过迄个。林爱国过二层，啊，就写一个，哎，一块过层雕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慢慢安尼增加起来。那歌戏自初开始
有七八种的这个曲调，到甲国语到甲即马有300种的曲调，嘿，差不多在10年前吼，差不多有200种的曲调。那最后吼，这十几年来吼，迄个速度加足紧的，就是安怎？因为咱政府即落尾有伫提倡。有在提倡，啊，拢鼓励人吼创新创新，然后每一团啊，因后做一出新戏，因内底就编几种新的曲调出来，所以即嘛差不多300种的曲调安尼。吼，那歌戏呢开始盛行在第一度吼，在迄个日据时代的时阵啊，日据时代的时阵。哈，咱歌戏开始盛行1898年左右，这个时间无人敢肯定是多一年，哈，因为迄个时阵拢无字幕做根据，无字幕做根据呢，参如讲一寡有心的学者，哈，按着来做研究，哦，因安尼啊，对这个艺文诶艺界，哈，这演员安尼去问。吼，落去追根究底，吼，安尼问出来。那问出来呢？我即马写的这是以我老师的年龄落去甲催查，吼，以我老师的年龄落去甲催查。我迄阵啊，足岁14岁，虚岁15岁，入去学戏，吼，我一个教唱的老师，人拢叫阿古仙，以前吼。以前咧叫人的名，无连名带姓。以前若连名带姓，迄是足歹意的，吼。所以呢，啊，伊无连名带姓，拢叫阿三的。啊，比如讲，啊，因咧教戏者，啊，拢称呼仙的，仙的，啊，就叫什么仙，什么仙安尼。吼，这个阿古仙，我入去学戏的时阵，伊差不多是第50通会时间。50几我袂记，50通会时间，伊讲伊还袂出世，就有这个歌戏，吼，伊还袂出世，就有这个歌戏。那大约我安尼甲伊催查起来，吼，算起来伫1898年这个中间左右，这个中间。然后，台湾大学詹永义教授，吼，伊做研究写一本书出来，哎。相差无偌济，吼，相差2-3年、3-4年安尼。然后迄个时阵，差不多伫个80年代，吼，80年代啊，真济人对这个歌戏落去，真济学者对歌戏落去做研究，吼，啊，大家拢有相差一个安尼，吼。然后呢，第一道巅峰期啊，吼，歌戏进入这个商业化。商业化就是卖票，大省是庙神赛会，吼，是明星或者是顶闹热，啊，大家出来搬一下。到尾啊呢，我就变作讲用迄种竹箍，吼，啊，两支竹箍绑做伙，啊，上边边啊绳啊贴起来，竹箍啊扛的，安尼做观众席，吼，哎，椅啊，互观众坐看。另外呢，就是用竹啊为一间厝，顶头砍稻草。吼，安尼啊，在有心的人哦，想讲，歌戏应该用歌戏来赚钱，啊，就维持起来，吼，然后去做宣传，做宣传啊，有请一个啊，请一个人去宣传啊，挂一面锣，街头巷尾安尼吼，啊去讲安尼，然后呢，啊，要来看戏的人吼，就是这个甲因白戏来演的人，徛在入口处，吼。啊，你若要入来看戏哦，来钱来，吼，啊，看一线啊，两线安尼，啊，咱咧唐装咧落地啊，足大个嘛，哈，啊，摕来就戴落去，迄拢唔免纳税金的，迄钱现收一角一厘都卖无去安尼，哈，拢足满的安尼，哈，安尼来滴收票，来滴，这叫做是，哈，进入迄个职业化，1926年的时阵。那迄个舞台唔是参像恁即马大东看的舞台遮高哦，都是参像安尼，
大格格啊，大格格啊，啊，毋过无遮大个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即个一半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一半啊，佫较浅一个安尼，啊，拢是演迄落家庭小戏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安尼舞台顶两个人、三个人，上侪四个人，安尼来伫表演，吼、哦。到卡，佮再来呢，就是吼，1928年，咱台湾吼，哎、哦、妈祖要转去大陆做客，吼、哦，然后有请歌戏去大陆表演。这个请歌戏去表演，这团员吼，都、就是。阮的老比我的老师较少岁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加我二十外岁，志愿的人去啊表演，然后去表演吼，去湄洲表演啊，这个大陆吼，然后厦门漳州的人吼，都足侪人去看伊，因都足爱，喏，感觉阮歌戏足好看呢，然后因甲遐演员讲，甲遐演员讲吼。人哎，甲迄演员留落来带阿做戏先生，甲因教戏。然后留落来带遐教戏，到尾啊，当着迄个大陆吼文化革命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哎，我听讲迄三个人底下足可怜的，转来也袂当转来，吼、哦、啊底下足可怜的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我伫个二十三年前，吼、哦，我去甲大陆交流，我去甲大陆交流，啊，因大陆吼、哦、研究歌戏的人，其中有写一篇迄个论文吼、哦、文章，就是对迄三个访问过来，吼、哦、啊，写一篇文章，甲我细汉吼听阮老师师叔因讲安尼讲法，啊，我袂晓写，因为我无读书，吼、哦。啊，听老师讲安尼啊，定啊，阮迄阵啊，会用个讲一年趁天365天，吼、哦，360天拢是做伙伫个，24小时拢做伙。啊，大家呐，啊，戏演煞拢会带开讲嘛，啊，囡仔拢爱伸话手啊，吼、哦，爱听听个哈，啊，我记得个好，安尼记起来。所以呢，啊，咱这个歌戏则团队带入去。厦门同款叫做歌戏，但是漳州因叫做戏剧。大陆的歌戏是咱台湾传过去的。我拄仔伫讲迄个歌，迄、那个歌就是对大陆过来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的祖先移民过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吼、哦、咧开垦啦、耕作啦，啊，拢会思乡嘛，啊，都吼哪。那做工课啊，那唱无离曲啊，唱山歌安尼吼，啊来唱因的乡土的这个地方歌曲安尼，哦，安尼流传过来。不过在咱台湾盛行流行歌的时阵，拢小块拢有个改变过啊，安尼吼。哦，加我23年前去甲大陆交流的时吼，啊，因一边有一个同款是啊，目睭无看，按因讲叫做阿菊，吼，啊，迄个阿菊同款是自弹自唱，我阿哥有听到伊伫咧唱，哎、啊，有甲咱台湾有较差别，但我我8岁，吼、哦，7岁，迄阵啊。啊！我的阿公，我住万家龙山寺边啊遐。我的阿公常常带我去龙山寺啊遐去看人卖药啊，吼、哦！看人卖药啊，啊都有听过迄阵啊，一个叫做青，目睭无看的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讲青弥柳啊，吼、哦，阿柳仙，吼、哦，搁一个阿老仙，这个阿老是查某的，吼、哦，因这两个足好唱的，吼、哦。爱唱迄落十殿阎罗啦，吼，爱唱十二生肖啦，哦，迄足好听。啊，毋过迄阵啊，囡仔咱还佫袂晓，哦，佫袂晓，拢无去甲伊学，无去甲伊捡起来，敢若知影讲足好听，意思足好安尼。然后即、這个传去大陆了后，咱即个歌戏吼，都、就是受即个日本政府禁演啦。受日本政府禁演，嘿，禁演了后，大家变头班。
那这个奥佩拉戏都是对日本政府金门歌戏的时阵来，哎，因为大家爱生存，啊，为着要表演，比如讲，警察若无来的时阵吼，啊，大家来表演歌戏，啊，即马派两个人咧外口，那听着讲警察来吼，外口伊两个就做信号，和舞台顶才哦演员，即马看到舞台。对起呀吼，门头顶有一排红灯咧，四个吼，或者是有听到鼻啊声咧喷吼，再演员就敢那迄落蚵仔鱼食到螺钉水安尼，咻一个安尼了，就紧走入去啊，大家拢撞入去啊，那撞入去呢，都是戏服腾起来，吼，腾起来啊，紧藏落藏诶迄个戏箱内底，头盔摕起来藏诶，大家紧改装要穿啥物衫，都是。你那演员过的人，就改穿西装、干领带，吼！啊，你袂用个叫员过，你即马佫出去接落去表演，就爱叫社长、叫社长，吼！啊，那是演着吼，管太爷，啊，就是爱叫，咱就讲管太爷大人对无？啊，因毋是，因共款是讲大人，啊，毋过俚语讲台人，吼，嘿。啊！因就变穿啥？变穿警察衫，吼、哦！变穿警察衫。你若做将军元帅，伊就紧改装穿军服，穿迄落官皮遐，啊下一支军刀，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是演着有钱人小姐，就是爱改穿和服，吼、哦！啊，就去咱即马吼，日本妇女遐小姐吼、哦，你安尼改看，因咧行路甲咱拢同款啊。也毋过以前吼，因伫个行路拢是内八，哈？为虾米？因拢坐榻榻米，哈？因拢坐榻榻米，啊，两只脚拢跨安尼跪，所以啊，变内八去啊，哈？习惯，安尼用安尼去欺骗警察，然后警察走了，大家才阁改装。那警察入来时阵要安怎样啊？爱讲俚语啊？哎，阵啊有读书的人足少的。啊，就是拢对日本歌落去学，吼、哦、啊学几句简单生活化，我去学戏，啊，搁听阮师长吼，啊，甲阮老师安尼，啊，因两个咧讲笑，因两个咧讲笑吼，啊，阮师长吼，毋知讲一句笑话啥物啊，啊，阮老师就对阮师长个头壳甲扒落去，伊就干嘛拔开牙咯，哈，啊，阮师长就甲因讲，拔开面讲嘛卡落，加一块夹。哦，都会变种讲啊，咱厝内剧团啥物，拢会产生一种笑话出来。参与讲，嘛有真济学生吼，来甲我学会转去吼，甲因翁搭嘴过，啊，拢会讲即个搬戏的语言出来安尼吼，即个种家庭会加一种趣味语言出来安尼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煞警察走了后，才阁开始演，然后。安尼了后呢，再来当着罗公桥事变，罗公桥事变开始战争，歌戏拢总消灭啦，拢总消灭。到甲光复的翻当年，哦，光复翻当年，咱台湾哦，才有心人士爱好咱台湾家己的文化，大家各地落去招子弟班，哦，招子弟班啊，这个子弟班。为怎样会叫做子弟班？就是吼，啊，我招恁家的公子啦，招你的子弟啦，吼，出来学歌戏安尼，所以因就合作子弟班。那子弟班有两种分法，一种分作讲歌戏的大部分合作无啥物事安尼，吼，啊，那是北管戏的合作无啥物演哦演下安尼落去分别。迄阵啊，歌戏吼，第二度开始做推动的时阵，敢若台北，我知影吼，都有戏团的即种歌戏的社团，吼，我住伫个网咖，阮住遐西横路，吼，我足细汉，迄阵也是住龙山寺边啊。到甲光复了后，搬去伫个西横路。西横路一团叫做静音社，这个静音社，就是因为我
您可能若有看到报道，到阮阿公您就会记得，有捌写讲，我为着一双绣花鞋啊，落去学歌戏，都是迄团进音社，吼、哦。佮再来，放假车头的后车头遐，以前吼，拢是玻璃工厂，拢玻璃工厂遐个啊，底本玻璃囡仔吼，遐个师傅吼。因阿扣集团伫个学歌戏，叫做曲江社。花山有集团，花山有集团吼，啊伫个学歌戏。然后台北大桥头，大桥头吼啊，向台北落去，正手边第一条巷啊，第一条巷啊，迄条吼，诶、以前几条。规条巷仔拢是卖瓜，遐个卖瓜捡一班学歌戏，大家拢讲叫做卖瓜社。吼、哦，搁再来，咱即马承德路遐有一个公园啊，遐迄个公园啊，吼啊，在迄个地方的阿哥就对，吼、哦，地方的阿哥吼、哦，大家拢叫阿祥，真出名，在台北吼。哦会用个讲真出名，啊，真讲义气的阿哥就对吼。伊创一班叫做民工乐社，在台北安尼，我即马安尼讲起来，我爱会记有五团的社团伫有关系。然后，这五团的社团因开始落去推动吼，啊，影响各地吼，啊，台北也有迄落子弟班哦。有影大龙峰，大龙峰遐阁有集团，吼、哦，大龙，大迄、那个合作新埔乡，吼、哦，都开始拢有伫个迄个学歌戏安。然后呢，这个歌戏一个安尼阁推动落去吼、哦，歌戏阁受各地重视。咱在日据时代，遐演员吼收起来，拢讲拢搁再走走出来啊，搁走走出来，成班哈，啊，搁有一挂吼，迄阵啊，我去学伊迄阵啊吼，会用个讲每一团拢是地方的阿哥出来整戏，吼，迄演员大家拢乖干那啥呀，拢无人敢搞怪，吼，啊，唔敢偷走班，迄若偷走班去吼，抓到转来吼，哎。哼咩啊！吼，你唔正惊去安尼，大家拢足惊的吼。啊，那安尼开始，搁再推动落去吼，差不多第一光复第四年、第三年都开始浮起来。第二道的巅峰期，第二道的巅峰期在1948年，这个1948年开始，用个讲歌戏吼。上兴盛的时间，咱全省有300几团的歌戏剧团，全省有戏台，四间大间戏台，哈，对咱高雄算落去，哈，台南啦，哈，对南部算落去，台南一间叫做大舞台，台中一间叫做乐舞台，台北一间叫做新舞台，但是唔是即马信义区迄间新舞台哦，哈，嘿。啊，不过，主人家同款顾家的，吼、哦。另外，搁一间永乐座，有一间四间大间戏台。那歌戏为歌戏，伊会走入来戏台内底表演，都、就是咱台南大舞台这个戏台的头家蔡祥先生。这个蔡祥先生，吼、哦。在歌戏开始盛行了后，功夫吼，功夫了后啊，啊，因出来安尼伫个地方吼，伫个庙的伫个表演，这个蔡祥先生吼、哦、去家己看，方圆地区一团吼，同款是地方学起来。那这个这团的女主角吼，都是歌戏第一届女主角。因为因人家邀请去家己表演，台南大舞台这个头家去看到，伊讲，这个歌戏观众遮济，吼、哦，
应该用个请对戏台入来表演，所以就是台南大舞台哦，这个蔡翔先生。但是哈、哦，知影蔡翔，我哪会知影蔡翔？就是我有去访问这个第一代女主角，我去访问这个第一代女主角，哎、啊，伊讲给我听，我才知影歌戏哎过去进入戏台这个历史。邀请因去表演，你讲吼，在台南地区吼，要看一场戏吼，三天前都爱去排队买票啊，吼，啊去排队买票，安尼才会当入去看。伊讲每一场客满，这个蔡翔先生自安尼改买起来，改买起来呢，蔡翔先生啊，人讲吼，伊落开庙爱上京嘛，爱开戏台就是爱。爱有搬戏安尼啊吼，所以伊这个蔡翔，就这张这团买起来，要予伊讲住这个所在会当阁维持阁较久的呢。伊家改扮落去穿戏服，甲白头插珠啊，这都是蔡翔先生的功劳。伊这团买起来，伊透过福州班吼的头家对大陆定做戏服。吼、哦，啊，甲买迄个珠仔头，咱较早伫个表演啦，吼、哦，一种独独一种，迄叫做舞台装，就是恁看平时哦，遮拢贴片有没有？吼、哦，遮两条乌乌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变水，嘿，南管戏、北管戏，吼、哦，福州戏、边剧，拢同款一种打扮。然后我是甲进入戏台，同款学这种打扮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去甲新加坡表演，我看新加坡的广东戏，同款是安尼，拢是贴片的，吼、哦！啊，穿迄、那个戏服，吼、哦！搁再来看到川剧打扮拢同款，啊，阮迄阵啊，阮拢讲是吼，扮舞台装，吼、哦！咱即卖会倒长头发，吼，啊，遮个刘海，这都是到甲即个香港古装片入来咱台湾，吼，啊，大家才开始，吼，开始学迄种打扮，吼，才慢慢去改良过来，吼，慢慢改良过来，迄个戏风呢也慢慢改良过来，戏风甚至到即卖吼。哎，大家拢穿迄、那、落、個，穿迄、那、迄、個、款迄落新潮派的迄落布袋戏，迄种安尼翘角的安尼吼，镜头也翘倒起来安尼。啊，这落时代拢一直咧潮流，一直咧变化。化妆嘛，同款，以前开始化妆红白乌三色，哦，到到尾安尼，有这个蓝色啦，哦，绿色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大家目睭皮拢。那不是画蓝色，就是画绿色啊！喏，拢这时代一直潮流过啊！喏，那歌戏呢，到家这个时阵啊，第二代巅峰期维持差不多13-14年，维持13-14年，应该讲一年365天演360天，上少的。这三百六十天吼。一天演两场，一年演700多场，当落礼拜再是啊加场，当落正月初一到初五，搁再加场哦，一年当演700-800场，700-800场，吼、哦，这我已经有经验过啊，我敢那是迄落落地扫的迄种，我无经验过，吼、哦，啊，歌戏进入内台，搁再来歌戏。被电影的票房拍倒，吼、哦，退出来演外口接新名戏，搁再来电台的歌戏，吼、哦，搁再来就是电视的歌戏拍倒电台，吼、哦，电台收起来，吼、哦，那电视落尾是安怎样也无做，都、就是制作费悬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对电台摕制作费无法度摕真悬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制作费拍袂开，歌戏的制作费会较悬，悬伫倒呀？悬伫爱来做录音室录音，吼、哦，爱戏服，吼、哦，
啊，搁再爱文武兵，吼、哦，爱来迄个文武兵现场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另外，吼、哦，爱再头盔，吼、哦，一个化妆师，搁另外搁一个洗头的，吼、哦，再开销就大，所以呢，大家诶，寡许多的慢慢变作讲，无趁钱，无趁钱的工课，吼、哦。大家啊，搁加减会做，比如讲，我对这项行业兴趣了淡薄啊，我啊搁会做。啊，你若讲叫伊一直提财产来做是无可能，所以大家就改，即马就是干那连续剧，吼、哦、啊连续剧穿的衫都甲咱普通咧穿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即个制作费都加省真济啊。所以安尼歌戏变无人制作啊，无人制作呢，歌戏啊全呢慢慢哈。哦慢慢没落去啊，没落去，我是到个70年，吼、哦，才开始，搁在做新团工作。为怎样我是会没落？就是我拄好讲啊，大家重阳啊，拢会要穿落背装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是要加唱流行歌，比如讲，我是今仔我做一个夫人的角色吼。哦啊，我囝嘛足大汉啊，吼！啊，翁嘛啊，搁伫个啊，我出台我会唱。十八姑娘一蕊花，一蕊花，就是安尼摇，就变作讲老一代观众吼也看袂落。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怪伊都毋是即款的安尼吼，所以迄、那个真精致的艺术吼变无去。啊，歌戏遐嘛长站，都是无做新团工作，内台逼出来做外口戏了后，无人做新团工作。少年一代，吼、哦，老一代凋零，少年一代强强要接袂起来，强强要接袂起来。我开始对民国70年，吼、哦，熟悉到这个柯尚惠教授。啊！伊足重视咱家己本土的艺术，因为柯尚惠教授，予我足感动，就是讲，伊是学西洋的哦，伊是迄落维也纳学西洋音乐，伊竟然反倒转来关心咱的本土音乐，哦，伊伫个迄个啊，师大做音乐系主任，伊就呼应全省的音乐老师。哈、哦，大家来研究台湾这个本土音乐，哈、哦，伊就关心这個，然后关心这個，伊就搁再来推动歌戏。啊，我甲伊熟悉了后，对民国70年，哈、哦，上头一个，伊就是叫我去国人文化中心，哈、哦，这个胡伦社办的暑假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夏令营，上头一步，对这步行去。哦、所以一步一步，我对民国70年开始做这个新团啊的艺术工作，哈、哦、啊，在差不多20年吧，高雄啊、哦、南方文教基金会25年啊，吼，哦，我这老啊，我唔知影这紧啊，南方文教基金会第一招学歌戏，哈、哦、啊，这个。啊，就是王志扬哈，立委因翁阿婆去台北找我，叫我来高雄，甲因教歌戏。我迄阵啊，伫学校吼，伫内湖复兴剧校伫上班，伫教学生。对，我下晡时吼，我伫学校下课，我坐飞机赶来遮，教到永暗9:30下课。那你阵啊，飞机吼9点都无啊，所以我暗时啊无法度转去，我变爱安怎？我爱坐马班车，会记公号，10:几分的，10:50的款。我坐转去到台北，坐转去到台北都天光。但是我每礼拜拜三暗吼，我坐火车底我拢无困，我伫个创啥？我伫个写剧本。坐火车底写剧本，因为既然甲要出来做新团的推动吼，你爱有剧本，吼，予少年的看。因为少年的因唔捌接触歌戏，
因无剧本，因袂晓唱，嘛毋知影要讲啥。啊，阮以前学戏，阮即兴表演是安怎？阮入去学戏哦，阮逐工啊，搁袂，我下晡甲头家拍合约，白日我永暗都爱化妆去哩表演啊。袂晓化妆嘛，化甲安那小鬼啊，吓，啊伊嘛甲你塞出去啊，啊塞出去袂晓行，缀大人行啦，缀大人行啦，做旗军啦，吼，啊即嘛看大人手举起来，啊就人大人举甲遮好势啊，就安尼，都举甲足歹看的咯，因为一个馆嘛，啊你老师还袂开始教，啊就上台啊，参与杨丽花小姐吼。啊，你若听到杨丽花就知，杨丽花是伊的爸母做演员，伊出世就伫个剧团，啊，细汉慢慢慢慢拖起来，吼、哦，安尼无共款。然后这个啊，柯秀妮伊嘛是细汉伫江乐社学出来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阮一入去毋是咧，阮一入去哦，阮这个课班咧真艰苦呢。阮早时啊吼起来早课吼，迄老师手举一支马鞭诶。手举一支马鞭哦，你若行行，啊你若走到尾啊，脚会酸嘛，走到尾啊，脚会酸的边安尼，伊就甲你拨落去啊，啊，伊就咧摆脚哟，伊就甲你拨落去啊，吼，哎，老师足严的，啊，不过到个后来，我感觉讲老师严，这是对学徒一个好，吼，老师严，你才学到好物件呢，吼，这歌戏吼。就是安尼慢慢起来啊，进入戏台了后，哦，三百几团，逐团吼，每一工在表演都拢是客满咯。迄阵啊，一个开始进入戏台了哦，咱地方吼，就迄落临时戏台就一直起啊吼，啊，戏台三百几间，受电影的影响，为啥物影响呢？咱这个。电影一张票比歌戏一张票较贵，啊！啊，不过伊一张票一个故事头看到尾啊。咱歌戏吼，你要看一个故事看到头，一定爱看十天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吼，一开始吼，歹人拢吼，足有样的安尼吼，啊，拢要害好人呢吼，啊，这好人吼。都一直妨害，一直安尼吼，害到上尾工吼，迄、那个肝神才有死。咱看戏，大家拢足紧张的哦。迄肝神也无死，伊唔愿煞。我定下都听迄观众在讲，啊，你明仔要过来看，啊，免咯、哦。迄看伊无看到肝神死，要哪会甘愿呐？吼、哦，就真正吼，算我即嘛嘛有这个心态哦。我现在来去看伊哦，我会看，过来唔知安怎样，参与咧看连续剧，我嘛是安尼咧，这个连续剧，这个真歹，这个下场唔知安怎样，拢会安尼，所以咱大家拢是好人啦。好，那歌戏吼，就是安尼，受电影影响了后，才慢慢吼，搁再走下坡。吼、哦、啊！只电台啊，电视安尼吼，好，这个歌戏的历史吼、哦，我安尼讲啊只吼，我即马搁再来讲这个歌戏诶，这个唱腔。他就讲，咱伫唱歌戏吼，伫、唱歌戏这个唱腔啊吼，咱一人一个韵，有诶咧讲诶。啊！迄小声哦，爱唱小声的韵啦。迄小声吼，迄声爱皆有查甫声啦，其实毋是啦。倒一个外高级会当去皆啊查甫声，无可能。那伊歌韵哦，你小声爱唱啥物款歌韵？无呢？以前的文武兵的老师无谱呢。以前的文武兵的老师。演员若要出台，我若要唱七里调，吼、哦，我就啊，哦，拍过就知影，我就要唱七里调啊。伊就甲你吼，扛车扛车车扛，当当当当当里滴当，啊，你就唱出来啊。
哈、啊，有的片段哈，连这句阿妈片段话，我加话加了的，哎，伊就甲拍过的比安尼，咱咧拍过的哈，以前文武兵哈，伤兵咧外口啊，哎、欸，我这是戏台哈，啊对去。恁坐来倒兵，这兵是拍过的，这兵叫做武兵。然后恁看的正兵迄兵叫做文兵，拢是画形啊。以前啊，形啊冠上最五冠，画脚啊形，画弓形，吼、哦，弹个琴，吼、哦，分品啊，分动销五冠。即嘛唔是哦，恁即嘛看歌戏，你看特团文武兵就足济哦，吼、哦。嘿，所以呢，啊，咱即卖歌戏真正是已经水准行足悬的啊，吼。那在片段去画伊就该比，比一支就是要唱歌啊，吼。啊，即卖台顶演戏演演的吼，啊那我那要唱十粒嘛，吼，我那要唱十粒嘛，吼。听我说来呀，十粒嘛。哈、哦，然后民国三十七年，民国三十七年大陆有一班叫做抗建歌剧团。这团抗建歌剧团因为怎样来咱台湾表演，都是听到咱台湾的唱片。伊讲，哎，台湾在演的戏曲跟咱大陆同款，哈、哦，跟咱大陆同款，哎。台湾在唱这种曲调吼，哎，甲咱相差无偌济，吼，哎，咱会用个来台湾赚钱。人讲台湾钱阴卡目，咱会用个来台湾赚钱。迄、那个杜马班初是民国三十七年到咱台湾来表演，因迄个杜马调吼，哦，观众安尼去看吼，感觉讲，哦，迄杜马调真好听，然后。杜马调真好听吼，啊，就迄个观众哦，你今仔日去看迄团吼，啊，即马看看，啊，我哎，另外过来看这团，啊，我就会带这团，这团才会风声嘛吼。哦，阮去看迄杜马班真好看，因咧唱的歌真好听安尼，所以啊，运动歌戏才会演完。杜马调到底是啥物叫杜马调？吼，啊，毋过逐工拢爱做戏啊，大概就是安尼。我因暗我也做较尾啊吼。我要先拼来看戏，看因唱什么杜马调。啊，我那做卡做卡迄落头啊，我头啊做了，我面七七的，我就紧来去看呢。哎，啊，听起来有影未歹听，未歹听吼。啊，就啊，今仔日你去看，你学一句啦吼。啊，明仔载伊去看，伊学一句安尼啦。呢，我去看，学一句。哎，我会记吼，第三句安尼唱呢吼。啊，你就讲，哎，第一句我会记是安尼唱吼。啊，就一人倒一句安尼，啊，把杜马调唱起来，是杜马调无唔对，也唔过呢，唱起来感觉足呆板的，呆板伫倒呀？因为咱七里啊调是一句七里嘛，啊，人伊唔是，人伊长底签的，吼、哦，一句后十几里，啊，一句五里嘛，应该唱一句安尼，所以哦，因咧唱敢那足歪安尼，所以哦，因就感觉。哎，啊，咱唱完嘞，咱安唱起来，那会特别较歹听。是到到尾啊，杜马班伫台湾，十年的寿命，十年的寿命，为着拍一支电影失败，吼、哦，伊个飞鹿木用唔对，啊，伊支电影吼、哦，一个出来吼、哦，有影无声，无就是面乌安尼，哦，安尼影响着班运，哦，所以变啊票房。一天比一天不如，对，杜马班收起来，演完入来歌戏团，啊，啊入来歌戏团一个小生叫做陈春梅，入来跟我同班，入来跟我同班，我甲伊做对手戏，我听伊唱，因咧唱哪会遮好听？你着一直去甲伊注意好听伫倒位啊！哦，原来就是因长底句安尼伫咧唱较活，吼、啊。哎，十三里也用个唱一句，十五里也用个唱一句，所以呢，慢慢，大家才吸收这个杜马调的唱法。即马七里啊调、杜马调变作是歌戏的主调，啊，咱即马歌戏变作有加这个科技入来，哦，
科技啊，就是电光啦、啊，哦，即马电光变化真水。啊，阮以前唔是哦，阮以前吼、哦，那是讲啊做暗时啊吼，阮就去拍电话，去用迄落青色的纸吼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用蓝色的纸甲包起来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变较暗昏暗昏安尼。啊，那出妖怪啦吼，就用青色的甲包起来，吼、哦。这是摇动安尼吼，啊，比如讲，迄落，蜘蛛洞啦吼，嘿，啊是狐狸洞啦，啊，都用青色个包起来安尼，吼，啊，啊那那是讲有要出现啥物新鲜啦吼，啊，迄个电光火光出现了，用红纸个包起来，即马唔是，即马电火哦，这个电光人伊吼调啊真水，吼，所以啊，咱国是加这个科技入来呢。真正对歌戏，哎，这个舞台吼，加足丰富的吼，啊，加足美观的。啊，我即马来讲这个开始有的曲调，开始有的曲调，哈，这个大调的唱法吼，都是第一吼，学戏囡仔咧练歌啦，哈，就是老师要调声，拢会叫你唱大调，哈，这个大调就是啊。西罗啊，巴沙耶，谢谢。哦，我真久无听到这个破阿声，多谢多谢。因为我离开舞台已经十年啊，嘿，我封箱十年啊，所以十年拢唔捌听到这个破阿声。我今仔日听到这个破阿声，真欢喜的。嘿，有啦，我即卖想到，我去年嘛，去年我还佫有参加迄、那个。哎，柏林爱乐，哈、哦，到高雄来表演，哈、哦，到高雄来表演，哦，迄摆嘛得到足大个破阿声，哈、哦，嘿，封箱了后，迄摆得到头一摆，去年得到头一摆，今仔日得到第二摆破阿声，谢谢。啊、哦，咱啊，这个歌戏，这个叫做。大调头，哈、哦，这个大调头，哈、哦，啊，大调头较无遐悬咯，大调尾搁较悬，大调尾哈，在时啊，阮若起来吼，嘿，先调声，因为我的老师是编剧的演员，吼，伊叫做乔财宝。那啊，剧团收起来，伊同款住伫台南，啊，老师住伫台南，我还佫有来找伊，哎，到甲了后，老师唔知佫搬对倒去，以前无电话嘛，吼，无法度联络，所以就甲老师。哎，无法度搁再见面，无法度搁再联络。然后到甲我开始吼，我开始伫个做团修的工作了后吼，啊，有听人甲讲讲，阮老师离开啊，迄个时阵，我即卖印象还阁足会记，都是一阵心足酸的安尼，哈啊，会感觉讲老师团修和我的艺术。竟然老师离开，我唔知呀吼，无去甲老师送安尼哈啊！但是这都迄阵仔环境无办法吼、哦，咱无出去也无法度下批安尼哈。然后我老师叫我早时啊起来一定爱练声，练声就是一音一音调悬，然后搁再来呢，你尾音爱牵长，迄、那个尾音牵长吼我。迄阵啊，开始定啊咧想啦，啊，我就哆来咪发嗦啦，西啦安尼就调起哩啊。
啊，伊叫我买音，都爱牵长，硬撑、硬撑、硬撑，拢一直画硬撑安尼。我即马学阮老师即句吼，学甲足起个哦。即马学生吼，若咧唱无买音哦，讲你加硬撑一秒，哎，即马练甲吼，迄秒安尼会当撑落去，搁再加一秒，一直甲加分加分安尼吼。嘿，啊，我感觉讲老师伊个对我个要求吼，我感觉讲。真有伊个道理。早时啊吼，叫我落爱调声，伊叫我啊。无，阮老师甲我要求吼，我今年81岁啊，我哪有法度过安尼啊？吼，无法度嘛，对吧？吼，嘿，啊，这是啊，细汉学去的，哈？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多谢，嘿，啊，我感觉讲老师伊个要求，我才有我去那里。哦，啊，我即马换我叫别人啊安尼吼，啊，这都是新传嘛吼，老师传予我安尼教我，我即马安尼来教别人，啊，不过吼，即马较无办法啦。你知影，阮以前会惊先生，即马拢无人要惊我咧。即马有感情啦吼，啊，无惊啦，讲无惊是无影啦。你开始咧甲教，囡仔同款会惊啦，哈。啊，其实我嘛无威严啊，有无吼？啊，有诶，若看到我都，嘿，伊惊我啥物？你知影无？伊毋是惊我歹，我袂人歹，伊就是惊我甲因吊悬音啦。因为我咧唱歌，我拢唱 F key， 嘿，啊，唱 F key 吼，你初初咧学诶人吼。大家若唱落去吼，到尾啊拢会声会破去安尼啊，啊就惊学生吼，你来叫来，你唱看卖，老师我今仔日感冒，真正哦，我唱卖毋是咧讲笑的哦，真正伊拢会用感冒甲我讲，伊若讲感冒，我敢会用咧讲你一定爱唱，我讲要求伊唱太无人性啊，对。好好感冒你休困，拢会一惊我这点啦吼。啊，不过讲正经的，因为我要求唱 F key 吼，第一唱恁大卡吼，听起来恁会感觉讲，哦，迄个声足高的吼，足有精神的。啊，恁若降 key 落去吼，降 key 落去，第一唱都较无精神啦。会感觉较无卖力伫咧表演安尼啦，吼，嘿，这真正差足济啊，吼。啊，这个七里调的唱法吼，偏偏七里调的唱法，你有牵尾音，甲无牵尾音差足济哦，哈。我即马我来唱一拍七里调，互恁大家了解一下，吼。我即马。找一首迄个三撇阳台，好啦，边边卖带有那晓啦吼。啊，找迄个十世纪吼，嘿，十世纪其中吼啊，这个哎，沈玉官吼，沈玉官是自北定婚的吼。啊，伫个庙个啊，去发言讲哦，迄个未十岁，就是伊个订婚夫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听着讲伊个家境，吼、哦，伊个家境变化安尼吼，家道中落安尼，爱伊伫个替因翁难过安尼吼，因翁讲了，吼、哦，因翁讲了，伊唱即个七里万版个七里调，本月。Oh
这毋着有牵马运着无？啊，若是无牵马运，哈，文言皇帝就是安尼。好，啊，你家己听，有牵马运，甲无牵马运，你听起来感觉有差别无？吼、哦，差别足侪着。然后，搁一种，你有灯音，甲无灯音，哈、哦。文言皇帝，你若较功夫唱的，你一发音一直甲加落去。文言皇帝。无讲对哇哈，嘿，啊，这就是个人个人的作文，哦。那讲到这，我嘛爱感谢讲，迄阵啊，电台的歌是兴旺的时，拄好内台没落落去，拄好没落落去啊！我有一个朋友住伫台北啊，中华电台，啊，我拄转去。啊！伊来找我，伊来找我，伊讲：哎，即摆吼，歌戏开始咧没落啊！你袂跳出来？我讲我跳出来要创啥？伊讲：来来来，电台唱安尼啦！吼、哦！哎、啊，迄阵啊，迄、那个团就是吼，即、哦、王树明、王树明的团。伊讲：我来甲头家讲，伊去甲头家讲，啊，头家一声就讲你叫伊来。所以伊叫我鼓励我入去电台唱吼。我才敢离开剧团，啊！无我四个囝咧地食饭咧吼，我若安尼跳过，即卡跳无好势跋落去啊吼，啊！我无通食，无要紧，我四个囝嘛无通食，所以哎，我安尼就安尼跳过电台来，然后跳过电台来，我阁敢做外口戏，敢做咱新名戏。迄阵啊，已经拢一直咧拍出来演新名戏啊，所以我迄阵啊一工吼，会用个讲。唱十外点钟的歌，我电台都爱唱五点半钟。电台唱五点半钟，搁再来吼，免我再时啊唱九点唱到十二点，九点唱到十二点，永暗永暗爱唱两点半钟，都十二点煞紧赶落去录音，落去个永暗房，脚踏车带经过来去哦演闽戏吼。演新名戏安尼，演新名戏同款爱演两场。当然啦，一到时是演较武戏吼，较拍刀枪的戏，唱歌较少。你啊，不过迄阵啊，暗时啊，伫个表演吼，八点爱演到十二点。有当时啊吼，你差不多得要煞伊啊吼，大卡那甲你想紧起来吼，恁八看的吼，演戏啊，人有大红纸有无？哦，迄就是人赏金。嘿，啊，咱若得要煞去啊，比如讲到十一点半吼，啊，咱得要煞去啊，人甲咱想起来，啊，咱就想讲，啊，咱爱搁加演一点啊，哦，啊，即马到得要十二点啊，又搁想起来，你爱搁加演。一摆吼，伫个大龙崩吼，台北迄个保安宫，吼，伫个台北个孔子庙隔壁迄间，伫遐演哦，演到超点，演到点外，同款安尼红纸一直想起来。拍摄人刷去，警察来动才刷去。吼、哦，甲迄警察讲阿弥陀佛。系啊，这个，因为迄阵啊，我一工拢爱唱十外点钟，所以迄阵啊，咱会个个小个当一个韵嘞。哎、欸，感觉当一个韵袂歹听哦。哎、欸，我就固定来唱安尼啊，慢慢啊一直加，一直加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唱歌好歹是人的作韵。唱歌好派人的作文呢，我再来讲这个新段。这个新段，比如讲啊，这个叫做《观音记》哈、哦。这个《观音记》，我伫个比，我是中山拗落来，伫个武山
这个哈，这目会来得，安尼。第二站爱经得去，第三站、第四站、第五站安尼翘翘，哈，这个哈，这就是咧比你，哈，或者是伊，哈，或者是路途遥远，哈，嘿。啊，是手上有交集，咧比物件、比人，拢是用观音字伫咧比，吼，拢是观音字伫咧比，嘿，那偏偏是安尼伫咧比哦，吼，你看，你看详细安尼，吼，安尼，啊个比，安尼，个比安尼，有差无？差很多哈，我那比到安尼哈，我会叫我去学去哈，安尼老师还袂开破，拢袂晓，啊都我有比一支啊，我像安尼比哈，老师手都刮落去，你咧比啥？迄阵啊还无名，无合作观音咒，观音咒是我出教材才好诶哈。老师讲，你比你枕头翘骨啊！我就把你刮落去，怎得安尼翘骨嘛？哈、哦，知道翘骨无？哎，未通过。所以老师伊就要求你手收，枕头啊收起来，安尼，哈、哦，啊爱经得去。你若无经得去，安尼翘翘嘛无好看，哈、哦。所以爱经得去。哎，这个叫做观音字。那小声拢比两句对无？哈、哦。嘿，对，哦，你这两支足水的，我讲水倒来，剩有滴，嘿，这个经有滴，这两支枕头安尼比起来就水，啊，你若经无滴吼，有会比安尼，安尼，吼，翘翘较无水，经安尼起来较水，吼，啊，我这吼，我这拢一直有咧做研究。我去大量吼，每年小连续干交流二十年，吼，大量过来台湾表演，我拢会去看，吼，我去看戏，我就是要看人的艺术，吼，哎，会当捡，该捡来用，吼，会当捡来小修改一下，该捡来修改，啊，安尼会当促进咱的身段，吼，啊，咱不管讲学啥物啊，都是求进步嘛，哈！食个老，学个老，食个死，学个死，安尼嘛，哈！嘿，我即马就是食个老，已经学个老啊，哈！嘿，啊，加迄个微博，迄个啊，迄个还袂学安尼，哈！即个啊，开始安尼，我就开始做研究啊，哈！看大陆的新单，我转来，我倒呀，会当来改修改，较柔软嘞。安尼，我都开始落去做研究，然后开始落去做研究了后，吼，我才落去出教材，哈啊，这个搁再来哈，这个姜叶子，哈姜叶子，就是四支枕头同款拢姜好得去，啊姜好得去，四支枕头中再塌卡落去，四支枕头合我来。母仔后来中，这个叫做姜叶子，哈、哦。咱若无穿水袖，哈、哦，第一行路，哈、哦，就是爱拜安尼。嘿，手摆边啊，安尼行。哈、哦，这姜叶子，迄只是咧讲，哈、哦，哈、啊，历史。嘛是姜叶子，嘿，哈、哦，栗树叶芒嘛是姜叶子，哈、哦，阿爹啊，拜见各位观众朋友嘛是姜叶子，哈、哦，两支手姜叶子中再搭我啦，哈、哦，这枕头若开开就无好看，哈、哦，同款姜叶子，啊，不过你枕头开开无好看。所以是哇啦，安尼看起来，咱的枕头也敢那足长的，哈，啊，咱的手
哈，安尼一条啊，还加较幼细，哈，对。佮再来，哈，含泪子，含泪子，哈，就是第二仔佮母仔，哈，你一个圆口啊，佮再来再一层一层安尼。那含泪子的作用，第一，咱若要比例，哈，啊，我佮加一个温泉。这个安尼设一人叫做温泉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再闭起，啊、哦，对，啊、哦，这个含泪剂运用在这个温泉，啊，甲原地，吼、哦，甲原地，原地里，就用含泪剂，啊，咱人关系是啥？啊，搁再来，就是放盐子、含泪子，给冰倒起来，母仔给吐出来，放盐子，这个放盐子就是，哦，你生作足水的呢，哈，哦，你足够读书的呢，阮老爸、阮老母，哦，我做大官、做皇帝，上好、上赞、上水的，拢是这个放盐子，哈、哦，那平民。明明咧比这吼，小生比都无同啊！吼，小生都是这四支吼，按我啦嘿，舞台停起来，吼，小生就比安尼，吼，嘿，啊，参如讲，你若伫咧行路，比如讲啊，迄、那个小姐行路云过个同款，吼，同款四支钟头爱行得去，虎口开，舞台压落来。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参与讲，这个西路吼、哦，我有一摆去那个香港人来邀请我带学生，吼、哦，就一路商业会商业工会啊，爱因活动叫我带学生去表演，然后大陆，吼、哦，啊，小什么路，一个小生啊。啊！伫个香港，介感动，看伊咧比，吼、哦，这钟头安尼真水。但是我即马来，我若教学生，我拢会教。吼、哦，咱都看到好，咱都爱捡，吼、哦，爱学，我都要求讲，你尽量钟头穿得，吼、哦，安尼才好看，哈、哦。这啊，这个这四种材料，吼、哦，啊，四种材料，然后脚步，比如讲脚步来讲，吼、哦，咱啊。做小姐伫行爱优雅，哈、哦，嘿，随小旁空诶，出台，大腿，大腿，大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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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大大。亮相，好、哦、啊！这个脚步，你若做小姐，就是安尼哈，哎，足优雅，慢慢安尼行。啊，你若做花旦，做花旦你就变；你若做红娘来，是做雅春，做人心，都变个行遮慢安尼。吼、哦，你若行遮慢吼，观众会爱困去啊。吼、哦，这咱若出台有小姐有查某干嘛？啊，一个俏的，啊，一个较哈、哦，一个较优雅的安尼哈，搭配安。啊，参与讲，你若做迄落花旦，你就是爱练这个脚步。嘿，都爱安尼练，哈、哦，爱行紧，再活泼，哈、哦。啊，参与讲，迄、那个水秀方面来讲。但诶，阮、欸、去学戏，开始都爱走课，因为这足会走袂紧吼。咱这个水秀，咱要出台吼，这个水秀，拢安尼爱家，因为是互伊。拢爱
太的弹，啊，三回弹的
开了，那个定点来笑啊！哈，三岁本来就是要做别人爱笑安尼，哈。好，剩五分钟的时间，哈。这五分钟我留落来，留落来给大家，哈。哎，好，大家来做一个哈，哎，翻问安尼，看恁有要爱对歌有了解啥物无？哈，没有，是吧？好，安娜伯哈，我们先借大家的双手来谢谢廖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。好。